好好好，我现在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确信，我觉得 4.6 绝对是能整一波大的。我做完了一些关于仆人的身份考据，感觉现在暗示的非常明确，我决定整理整理，然后明天出一期视频。我觉得 4.6 肯定是有一波剧情上的大药要来了，希望不要辜负我的期待。